得有这个反应，就泰山有关反应。请问吗？哎呀，我觉得接到你有关反应。不是只有我吧？啊，你后来不是上来了？你是配合你们的好不好？天气炎热啊，你看，哇，烧呼呼，来去找泰山，哇，看到无？泰山的车，哇，啊，每日新闻嘞，噔噔噔，哎，阿郎嘞。泰山，哟，哇塞，那是放假啊！哎呦，你看，你下啥？学爱工厂营业夏日，冷气不冷？啊，走走，寻找泰山秘密武器。啊，没有，我们今晚要来追泰山呐、啊。泰山在哪里？啊，找无，错塞，哦，我哇哇，哦，哇，看到无？稍微长的那个吹，我行过有发现一台车在发的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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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哎呦，哎，你在弄啊？哈，哇，你看，哇，大个，哇，好嗨哦，哈。哎，是啊，龙珠嘞，龙珠啊，啊，你是有露珠啊，我那才留你。七颗，七颗，是。哦，啊，这什么车？老虎五 G， 哎，老虎五 G， 坐起来比那个里面的椅子舒服。啊，这个沙发嘞，啊，你先弄到来家坐不爽啊？就跟你说啊，这里面椅子比办公室舒服，冷气又冷，又可以摇。对了，哦，都别惊伊也倒的。哎呀，够唔惊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爽哦，未歹嘞。哎，我咱后盖车改起来也安尼调的。是吧？你在那边调哎，好，摇下去，摇、okay. 下去，摇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两边就跟我们边的嘛，局长。很低啊。为什么？你想，你这台车刚不是本来就发不动。对啊。他说你电池有问题。是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出去会不会过滤？我们在泰山，但是我可能在警察家等啊。你确定？不晓得啊。哎、欸，可怕、欸。我觉得我家在被又被你们老板阴了。等下去量一下电瓶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觉得突然冷气不冷了，你不觉得？有点好像发电机快关了。不会吧？电池坏了。对啊。还是发电机坏了？应该是电池。电池本来无电了，我先叫一下电力员。嗯，好呀。这边阿 Q 了。Next day。电池在提出来无？哦耶！安尼是好啊。是啊，阿贵啊，你恁做做好啊。啊，这几条便宜偌侪钱啊？可比。这较贵嘞。跟一般的差很多。对啊，这个一般的大概一两千块，这个都超过这个金额。是。啊，三千多块。因为你看，伊这做一家用侧面嘞。好吧。加钱的孔在旁边，这个还想用一般的，还用不了。好啦。我们也该去汽车了。对啊。耶、yeah。终于好了，被我们摇坏了。啊，接下来要被撞啊？有。有啊。够出来，你知道被撞？有，你被撞啥？你马上给他讲着。哦，本月的哦慈善车。本月主打新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本月主打新是你的车呢、欸。那是下个月，下个月哦。啊，接下来。你比赛啊？你觉得如何？目前看起来。我讲的啦，恁、去那一定会赢一半。会啊，咱就练的。是吧、啊？所以恁去一定赢一半。坐起来又很舒服。对，这个跟沙发差不多。只是说、啊、这一台有个有好处啦，好处就是很大的，很大，坐起来很舒服。可是它有大的就有坏处，睡起来大。
税金重，税金这几 cc 3349，大概一年的税金，我如果没有记错是36840。我就啊，这个小时够了，刚爱去几个变动。哦，便当就不是八十的哦，就要一百以上的，对对对，是上的鸡腿便当，哦，一天就是大概是这样。阿伯这开起来还不错啊，是不错。下雨天也不错啊，试一下有没有漏水啊？那挺好，可以顺便看这天窗会不会漏。阿姐，下边要不要？客人给我们的啦，嗯，对啊，啊，他想说他给我们啊，因为他小时有一台，那不然给我们啥走？对。然后来看一看，小吃看一看，他说他还杀不下去，一台好好的车，马上来，哦，去做啥鬼，去做鬼鬼啊，去工铁来贴啊，就没有。啊，他跟我讲，我也杀不了手，对，我把它夹掉，我就觉得没菜。那学工拿出来就是，对啊，就做个爱心嘛，就是类似这样啊，对啊。想说啊，这个就很简单嘛，就是以一个旧物换新的价格这样。啊，其实买到这一台，我觉得也不会说很亏钱，对，他税金。唯一就是缺点就是税金重，不然他什么都没亏钱。第一轮胎新的，好，这样换起来一两万了，一定要的。嗯，对啊，我刚刚有个电池，我加电池都新的，哦，三四千块，等于你起码安尼就等于是买一半价安尼啊。啊，所以你说要卖多少钱？就卖个就直售价就好了。直售哦。对啊，就不用再标了。对啊，标这种车。对啊，不小心标到100多万了，没有。关太多，拿去捐的时候写字又被笑，啊，所以这是给人写，我不要写，这不用写，这直接5万就对啊，5万是不是？对啊，可以来开看看的，试开看看都没有问题啊。这车就是这个状况，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的，啊。你加班了吗？我们要做公益，等下那边，欸，你不要乱讲话，等下打雷打到你。直卖5万啊，有需要的、想要的就直接来这边。找我们看车，对，啊，看车啊，看车如果可以就可以决定。那，啊，我们就是怎样，全数都捐出去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哦，欸，全捐哦，全捐。哇塞，我们就一块都不赚，不赚的，因为现况交车嘛，我们也不做什么特别处理的，因为刚也处理过。对哦，本来想说拿一颗一般的有电的嘛，把它装上去就好了，意想不到那个电池头不一样。这一条万太生出了，哦，太生出了，3000块还出了几？3000多了。哦，啊，你出3000，多三千，还有其他多的我出，对，你扣打3000，我给出来我。左转吧。对，左转。要南深路啊。就可能讲南深路啊。阿达咪，三块到就可以到。那拍一拍，等下我们就去吃个臭豆腐再回家。好啊。我今天忘记带钱了。我应该有，我也有。不过我零钱而已。应该有吧？我不确定。身为一个男人，出门竟然没有带钱。你也没带啊？我刚收了钱都交出去。刚收了钱都交出去了。所以这车就是挂在粉丝页上开始卖的。是要直接私讯还是直接来现场？直接来现场看啊！啊，你没有看到车可以卖吗？不一定哦，可能有些网友都。看车就钱的直接都冲过来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是说不行？是不行啊，我比他还害怕，啊。对吧，啊？这样不好吧？只要看过，然后觉得 O 不 OK？ 好了，带大家看一下外观好了。哇，没毅力的啦！不行的啊！哇，这跟我一样肥肥的，18年37周，1年52周嘛，37周的几月啊？啊，18年用到现在应该不到2年了。看单独不能看一个轮子而已啊，一样啊，1837，那没有差。啊，这个是225/6017，哦，这是17寸的框。哎，泰山，你知道这台贵人做无？我头一眼看，头前咱头也坐过啊。对，因为这规排敢那沙发嘞，有没有？哎呀，看一张，这个就送，就送嘞。看起来好烫的。这算7人吗？一直在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够这哦。对，有没有？一致，够大吧？没有，这是232嘛，232，对啊，通常都这样啊，因为你如果要坐人啊，这个椅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可以往前啊，这是原厂的，你看，对啊，还有一个 big mark， 对啊，啊，这边有个小的置物空间，对，有线，三角架啊，车啊，这打气的，对，打气的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对啊，一起打呀，最厉害的东西在这边，这样，它附一个打气机在这边，
直接线接着到另外一个头，你就可以贯通啊。轮胎。对啊，按这个就可以打。是很厉害的。就是拿这个、啊，这头哈，这头应该做胶，这头差一点嘞，挂嘣啊嘣，打到多少这样？嗯，要试试看吗？有，等一下失败了就糗了。失败剪掉就好了。啊，对啊，你直播啊？对啊，不是直播干假小。我那七块买，还真的也那一回事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就这样。他有在打啊？哎呦哎，真的。好的就。没坏哈。嗯。哦，好的嘞。啊，被有看到。刚刚觉得这个配备都好几万了哈。当时如果要选的话，应该要钱、欸。真的，这样蛮贴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有、嗯、吗？有啊，我还拉得到。啊，如果是女生的话，有可能这个人就拿不到了。哇，这车真的不错，税金比较重而已。对，税金就是比较重。开起来，我刚开起来也还好哎。你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没有啊。多加吗？安全啊？这坐起来够板的哦，开出去哦，舒服。要不要？哇，这个出风口哎。就是我吹一个，中间吹一个。对啊，啊内装还算干净啊。如果是现况交车，你内装会清吗？会啊，就是给减啦，修在这边呗。其实这个你看哦，椅子这个方面都还蛮漂亮的，没有很，不会凹凹的，没有，做使用过的痕迹一样。哎呦，台产地到底有做啥派？我做东宝，我也欢乐了。哎、欸，你的 ST 来了，你喜欢买咩哦？我鬼蛋变估价，哈、啊，好、哦，好了好了，要走了要走了走了走了，对啊，好了，再上车，我们再飙回去。那你可以有啥物声音哦？应该是无。大致上是还是没什么。我记得当时那个客人拿来卖的时候，他说好像三脚架啦，一边稍微有声音了，其他的部分还好。我现在比较少钱了。大家都投资在有台白色的车上，投资是大家要等都不知道那个啊，无猪无狗，对，泰山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还在公外惊嘞？哦，你也惊太小，对啊，像笑我都会发寒。好了，试完了，我要赶快回家了。你知道我要等下干嘛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卖车？我要装我的大灯呐、啊！昨天半夜就把它扛回来了。啊、你昨天跑去扛哦，哦，这过来的哦，啊，人家很诺配合你半夜。有钱哪谈到嘛子？那买卖一万，你两万敢买？你半秒敢没走动？啊，你敢买两万？无，对啊。我听你讲嘛，意思是安尼嘛，你要给他赚，他当然是你赚不过，他原本赚200块，他当然不理你。啊，不对、啊，你给他赚500，那就来了。你好像买两组，没有两组啦。我的什么东西买两组？我的脚踏板买了两组，我的灯。那个灯泡，灯泡、欸哦，我又插了两组，奇怪，怎么都会饿？不会啊，就当备用就好了。你脚踏板，哎，什么行车饮料打翻就可以换新，换掉了，对啊，直接就交换，直接丢掉了，可惜。玻璃碎了，对啊，玻璃碎，马是变卤，变卤，真正变卤的哦。哦，我来变卤的，就是安尼由来，就是卖卤，直接换掉。嘿，直接换掉掉。我唔假虾。你不是吗？我们家瞎嘞，那个今天试车在这边算成功了哈，啊，你们也车况大概看起来都 OK 吧，温度啊那些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好，冷气也会冷，底盘看起来老实讲没什么，大致上没什么声音啦，啊，车主说左边还是右边忘记了，就一个三角叫一个声音，我听起来刚刚没听到什么声音，嗯，好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私讯粉丝页，哦，啊，就约看车这样。看车看完车，如果决定 OK 就可以直接就买了，不用标了。嗯，对啊，好，对啊。那这台招华车，这台招华车，没给你问啊，没给你问啊。这台是乌色的招18万6，几年？2004年。零四。对，04年的招当年，对啊，招当年招十八万，一年就要板出了。嗯，对啊，也是正常使用。对，正常使用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喜欢的啊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不喜欢的也要分享出去。哎，对对 对, 对，好，记得，拜拜。后来买了又可以看到捐钱。对啊，是。我这次再一样再请泰山鞋子，不要不要，看有没有漂亮一点。叫科皮鞋。不要啦，还是你带妹妹去鞋啊？带妹妹啊。对啊。顺便路边找一个好了。大家都喜欢看妹妹。对啊，对啊。
谁要看？对啊，泰山那个。有你有你的喜欢的人呢、啊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泰山宝贝。那一定有的啦。哇，就跟那出差不多了，跟他们的比起来差不多。美国人了、啊。哦，这家哦，太赞！嗯，这边晚上应该不错。怎样？对，可以看看那个夜景。它、啊、这个车那么大，你看，对吧？我可以。对，就这边，你看那车子搞不好在那边抖啊，有可能。有啊，有在抖。在海面，那还太亮了，大家快哦！太赞有点心动。没有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我心动，我买下来还是在这边，然后捐了5万，然后你们再把它拿去卖。不会啊，我拿来当做那个代步车这样开。代步车，脚外用外是吧？最起码你叫，最起码都有你叫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